接受你，你唔通离开我，我无你也死。你啊，你甲阿弥陀佛讲，你唔通离开我，无你也死，会使，因为伊无要紧。但是你不能跑去跟世间人讲这个东西，甲恁翁讲，恁翁就走开离开他。我惊，我若要走，伊要自杀，我这我惊死啊！你个恐吓啊！因为你讲这个话不是佛法，人家说结婚是随缘，离婚也是随缘因缘，不然你计划到什么时候？她突然生病死了，车祸意外死了。我认识一个女孩子啊，她替她先生生了两个小孩子，两个感情很好。有一天早上睡醒，老公不见了，那就不见了，就不见了。因为她老公外面可能有女人或什么理由，她也不知道，都没讲。然后她每天哭啊哭啊哭啊，然后后来没办法，就我们大家帮她小孩养大了，这样。等她小孩养大了，师姐，她老公来找她了，啊，她那时候问我们怎么办，我说怎么办，随缘啦、啊，你现在没男朋友，有啦，对啦。你还要怎么办？不知道谁对不起谁也不知道，啊！但是你现在随缘，你老公回来干嘛？要给你钱你就拿，要跟你谈爱情，你说你已经有了，这样就好了。你也不用骗他，你也不要怪他。但是，永定不起，因为这样你才学佛。我跟他讲，因为老公跑了，你没有地方去，所以佛教徒给你一个机会，哎，赶紧到三冈，啊，你们在下婚，啊，你们就快乐，你跟你老公讲多笑啊，你懂了。啊，万一你们很恩爱，你根本不会来学佛，对不对？这个谁创造的？佛菩萨创造因缘，那你就能够接受就好了。好，那我们休息十分钟，等一下做十供养，好不好？决定必成无上正觉。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，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，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开头花书红花香顶，一月25号礼拜六，弥勒菩萨圣诞，念定功如来。七在独坐40劫，顶持如来殊胜功德日，善行甲恶行升100倍，愿受天尊万岁。上午10点，邦桥闭关寺佛像开光，新春开始。下午6点，新北市嘉庆文销合作社点万灯共万水，佛像甲慈悲施舍。联络电话：02-2951-0565。1月26号礼拜日，下午2点，台北生命道场迎新春念众生感恩讲座。联络电话：02-2550-9900。1月27号礼拜一，上午10点，新店大明讲堂新春开始，十供养甲好心发挥。联络电话：02-2917-8855。1月28号礼拜日，孙天一真人千秋，上午10点，树拿菩提讲堂新春祈福发挥，点万灯供万水，甲心灵讲座。联络电话：02-2688-5088。1月29号礼拜三，上午10点，市立桃园特殊教育学校新春祈福，点万灯，供万水，
甲消灾发挥。联络电话：桃园中心03-347-7666，桃园道场03-331-0553，中立中心03-422-8806。1月30号礼拜四，定光高福圣诞，清水祖师圣诞，上午10点半，慈悲基金会新德分会新春祈福财神法会。联络电话：新德分会03-545-6691，恩气福合会03-545-6692，新德中心03-533-7368。1月31号礼拜五，上午9点半，苗栗弘法善医新春祈福药师法会，供上药师经、点万灯、供万水、十供养、甲围炉香烟。联络电话：03-799-1513、03-336-026。2月1号礼拜六，念药师琉璃光如来。七在独坐30劫，五殿阎罗王圣诞，上午8点半，台中五峰岗堂北关斋戒。联络电话：02238-9987。2月2号礼拜日，药师如来殊胜功德日，善行甲恶行成1000杯，药王上帝万寿。上午9点，家己慈悲哦。永福在天祈福法会甲新春团拜。联络电话：嘉义讲堂05-225-5888，嘉义中心05-216-6700，和睦中心05-230-8348。敬请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。阿弥陀佛。新年到迎吉祥，生命电视新店大明讲堂举办新春开市十供养暨护生法会，恭请海涛法师主法。日期1月27号星期一，大年初三，上午10点开始。地点新店大明讲堂，地址新店市中正路54巷28号3楼。联络电话：02-2917-8855，02-2917-8855，上午9点于捷运7张站1号出口备有接驳车。海涛法师慈悲置业，2020年国际短期出家，印尼短期出家爱与慈悲福慧营，恭请海涛法师主法。活动日期：2020年4月14至4月21，共8天。4月14日。中午12点前报到，海外学员请在4月13号报到。活动地点：印尼北干拔路三宝佛教中心。地址如下：联络电话03799-1513，03799-1513。参加资格：年满15岁以上，65岁以下，具有正信正见，愿意服从学习指导亲近出家戒律威仪者，身心健全者。经审查面试通过后，将核发通知书。报名方式：一，请上网下载表格，填妥后传至 livetv.net@msa-hinet.net。二，洽询下列单位索取报名表，填妥后送至各地，并在3月10号前统一会诊寄回秘书处审核。三，海涛法师慈悲置业秘书处电话+88639-89-9319，地址：台湾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，台北生命道场电话+88622-5509900，印尼联络人电话+62852-6577-7577，洪淑丽、汪慧娜电话+62822-8628。2345李慧珍，报名日期即日起至2020年3月10日止，
洽询电话03-989-9319，03-989-9319。有没有想过超市里为何肉类都摆在冰柜内呢？而蔬果大多总是摆在户外呢？知道为什么吗？肉类在室温30分钟后就开始腐败，而蔬菜却是两天。如果照这个公式来演算，人体比室温高出3-5度，肉类在30分钟内不足以让人体彻底吸收消化，而蔬果却能在时效内促使肠胃蠕动及消化，更有利于人体养分的吸收。要健康，选蔬果。护身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Thank you.